步能够实现自身进化，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启动了人体细胞的自食能力，非常高效地将细胞自身无用的、受损的、衰老的和有害的病原性的物质等生物垃圾自行转化为细胞自身需要的能量来使用，也促使细胞实现了自身的进化优化，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也更有利于疾病的消除，使生命得以健康延续。